OK，好啦，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呢，就是日韩爆红游戏《合成大西瓜》。这个游戏呢，简单好上手，好杀时间。它就是小小的东西合成变成大大的东西，大大的东西合成变更大的东西，拿大大大的东西跟大大的东西合成更大的东西。基本上是这样子。好上手啦，我也算是专业技术在这个游戏上。樱桃吗？樱桃，樱桃。然后这个是，这是什么？这我其实不知道，这是草莓吗？草莓，随便就草莓了。然后葡萄，然后他右上角会跟你说，那个指标就是从小到大，它可以到最大，最大就是一整颗西瓜这样子。好，然后你看两颗草莓合起来就变一个葡萄，然后你可以这样推，有没有？把它推过去。是在笑几点的等于等于？它就可以变一颗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那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然后我们就这样合成，就是一个玩法非常简单、很好杀时间的一个游戏。不过我跟你讲，这个游戏我基本上已经精通了。大部分我们等一下很显然的会有一些任务，然后如果没有达成的话会有一些惩罚。好，这边可以我们把左边一直塞过去，有没有？然后那颗苹果就往上挤，然后挤过去 OK。 完了，下去。我可以把它压下去吗？可以耶。One eternity later， 还可以，还没结束，完了，结束了。不是，这三颗什么离这么远是啥小？我被人按到，我被人按到这只喵！哇！西瓜，你们就只差一颗樱桃的距离。哦，黄更后悔嘞。我到底在干嘛？哇！我知道我在干嘛。冷静还是？我知道我在干嘛。完了，是不是要GG了？没机会了，是我保证。张胜伦第6035名。好啦，不过呢，我们还是得这个进入第二个环节，来个两三位志愿者，我希望你们指挥我放哪里。然后我不会看，我不能看，我不能偷看。目标是超过这个2716分。那个时光可能要先关掉。不过你直接连点十次，连点十次，好。对。十次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看不到，我看到画面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十次啊。你叫我停就停。你叫我停我就停。还没是不是？我觉得你可以继续按。我可以继续按。嗯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好像听起来好像真的很有料。我听了音效。现在都不用，就是一直按，疯狂按，疯狂连点。现在都没有声音是怎样啊？你确定很有料？有。现在什么情况啊？听起来好像很有料哦。听起来好像很猛哦。Are you sure about that？ 这样，这样，再走。再走，再走，再走。哎呀，我被人放开了。没有。这样怎么样？可以。哦。这样。可以。那可以。好。对。一样继续吗？对。哦。
你们在玩什么小啊？这傻小，你们应该也要稍微料到这个会有人偷偷的陷害我啊！惩罚是唱十秒的日文歌。I love you, I love you, I need you, 直到愛されたいあの頃。第三个难度好不好？我们这个限时。好，1753，我觉得已经是一个标准了。限时五分钟内到1753分，我要 focus 了，我要 focus。不是，这不是这感觉不可能哎、欸，不是，我现在这样子才180多哎、欸，1700分，五分钟内我们还剩下2分50秒，我相信，哦哦哦哦。再来，完了哦！我在耍低能是不是？你去再先分，冲啊！冲啊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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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，冲刺冲刺！救命！45秒，救命！哦哦哦！没有啊，还不好说哦，还不好说哦。30秒，哎、欸，白痴葡萄可不可以合在一起？哇哇哇哇哇哇哇！至少让我这场玩完，至少让我享受最后的快乐吧。哇、wow, 哦啊，不对啊，不对啊，这什么概念？这个是，我在干嘛啊？看不太懂我在干嘛。可以啦。怎么说我都是2700多分，转手，等一下我看一下怎么转的，我看一下，我转手就是副歌嘛，起立 OK 啊，可以起立啊，干起立有什么问题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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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，OK， 啊，不管如何，去玩一下我们这个合成大西瓜，好不好？去挑战一下，看你们可不可以也2700分啊？你们没有2700分的话，你们也要跳 Flower 的 Dance 给我看 ，OK 吧？Watch this. Watch this. Watch this.